昨夜网上流传一张相，一名大妈瞓喺一架59X98近车门嘅位置，并且自在咁样玩紧电话。九巴更加因而停喺路中心。照片引嚟大量嘅网民猜测大妈瞓地嘅背后原因。后来有网民打听到系巴士喺刹车之后，各位乘客跌低之后喐唔到。不过有网民就质疑说法，认为大妈如果真系不适，根本冇可能依然维持玩手机嘅姿势。后来贴主补充指自己唔系车上嘅乘客，所以唔系好清楚。及后有救护车到场，楼主再贴图片补充人冇生命危险，识自己行。于是网民就一致怒轰，大妈唔单止阻住地球转，仲浪费医疗资源。